您或您的亲人曾经被诊断出患有阿尔兹海默氏病吗？与上帝单独共处的时间可能会减慢阿尔兹海默氏病的进展。在加拿大贝塞德的行为神经病学诊所进行的一项纵向研究，评估了70名49岁至94岁的患者的生活质量、灵性和宗教信仰。研究人员发现，高水平的个人宗教活动和灵修预计可以减缓阿尔兹海默氏病患者的认知能力下降。这是事实，但是有希望。有规律的默想、祷告和阅读圣经等治疗方案，作为一种应对策略，可以增强脑功能并减缓认知能力的下降。一个更健康的大脑可能是祷告的功效。